谢谢各位同志今天牺牲休息星期天的休息时间到这儿来参加一个座谈，也谢谢物有之乡呢提供这么一个机会让我和大家交流一下意见。我今天讲的题目呢是毛泽东思想的当代意义。那我们这一代人呢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整个一生呢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照耀下生活工作的，所以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有深厚的感情。特别是我在国外滞留了二十几年的时间，在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在那海德堡大学任教，那么这二十多年的国外的旅居生活呢使我更加坚信毛泽东思想是伟大的真理，毛泽东思想对于当代世界有着伟大的现实的指导意义。所以呢今天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这方面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讲错了呢欢迎大家批评啊。这一点呢我是有自信，我在德国有时候开玩笑说，我说我讲德语是没讲必错，但是呢没讲必懂。今天做报告呢讲话呢也是这个样啊，肯定会有错误，错了请大家批评就是。那么我希望呢通过我的讲话呢大家能够明白我的意思，但是我的表达的水平呢有限，也可能我想到的东西经过我的口头表达呢不一定能够完全被大家理解，所以我非常欢迎现场大家和我交流，有什么问题呢大家当场提出来咱们共同讨论。七月一号呢是我们党建党九十周年的纪念，胡锦涛总书记呢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报告，我非常认真的从头到尾仔细听了总书记的报告。那么这个报告呢也给了我启发，我也使我在讲今天这个题目的时候呢能够联系到总书记一些讲到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总书记讲到中国我们现在是从事的这个伟大事业，讲到我们今后还面临的一些要克服的困难和问题，我想呢在应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毛泽东思想依然具有伟大的指导意义。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有当代意义的话，首先对我们中国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当然同时对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有伟大的指导意义。我想简单的呢讲第一个题目，讲一点呢马克思主义的ABC。 就是讲一下呢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理论，从马克思主义这一百多年的这个发展史，从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个一百多年的斗争史，我们看呢阶级斗争学说是一个最基本的理论体系，最基本的理论思想，对这个思想我们不应该有所动摇。从马克思说起，马克思恩格斯两个人为工人阶级写作了共产党宣言，
那后来各名导师在他的序言当中说，这部宣言的最基本的指导思想就是唯物史观，就是说社会的发展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的，是随着解决衣食住行这样的生产活动而发展的。那么根据这样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文明史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而阶级斗争到了这个资本主义时代，随着大工业的出现，随着工业无产阶级的出现啊，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那就指出了一个社会的前景，就是消灭阶级，走向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贯穿共产党宣言的基本理论线索、基本理论思想体系是阶级斗争。那么这是宣言的一个基本的思想，而这个思想，用这个思想解剖资本主义社会，大家知道马克思提供了第二个贡献，就是剩余价值学说。那么剩余价值学说，也就是说资本论，它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运动的规律。那么根据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就经济关系运动的规律，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这还是要导致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导致人类消灭阶级走向共产主义社会，这还是讲的阶级斗争。那所以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统一，这两个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个阶级斗争它的结果就是阶级不再存在，走向共产主义社会。那么从马克思恩格斯，从他们领导的工人运动发展到后来列宁领导的俄国的革命运动到列宁主义阶段，我觉得贯穿在这个思想理论体系当中一个最基本的线索还是阶级斗争。列宁写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揭示了垄断资本主义的特点。那么根据这个理论的探讨，发展了资本论的思想，在资本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帝国主义论，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策略。那么这讲的是帝国主义时代必然发生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那么根据这个理论根据这个发展了的剩余价值学说，发展了的资本论，发展了的达到了帝国主义阶段的经济学说政治经济学说，列宁提出了一系列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策略，领导了伟大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干什么的？还是搞阶级斗争还是搞阶级斗争。这无产阶级在实践上实现了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列宁在建国之后搞了七年，搞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个社会主义是干什么呢？还是阶级斗争。列宁有伟大的理论贡献，这一点呢，我在《乌忧之乡》写过一篇文章，说列宁主义需要重新定义。我写这个很短的文章。我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呢？大家知道，斯大林同志对列宁主义下了一个很经典的定义，
啊，简单的意思说吧，就是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啊，就是革命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原则啊等等，那么是这个时代的啊马克思主义啊，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啊，就是列宁主义，他着重讲的是啊领导十月革命这样一个无产阶级的政策策略啊等等。斯大林同志这样说对不对呢？那当然是对的啊，列宁一开始干的就是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概括是不全面的，是不全面的。我觉得列宁和马克思一样，两个贡献啊，马克思刚才说了前面两个贡献，一个唯物史观，一个剩余价值学说。列宁也是两个贡献，一个帝国主义啊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啊一般的规律啊，他的理论他的策略，这是列宁啊提供的贡献。同时列宁执政七年啊，实际上是六年多啊，最后一年生病，他对社会主义的这个革命的规律有非常深刻的探讨，有很大的贡献。所以我说列宁主义这个定义应该修正一下，应该说列宁同志有两个贡献，一个是帝国主义论，一个是社会主义论，而且是社会主义条件下要继续革命啊。那么我这个说法有没有根据呢？那有的同志还批评我了啊，说我说的不对。后来呢，我就读毛主席第五卷，读那个《论十大关系》，毛主席就说什么是列宁主义呢？第一，列宁在哲学上有很大的贡献，毛主席说的对啊，列宁做了《哲学笔记》。啊，后来写了《谈谈辩证法》，对对立统一规律啊，对坚持唯物主义，列宁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啊，所以毛主席说的很对。第二，毛主席说了斯大林讲的那个道理啊，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策略，列宁贡献很大。但是毛主席还说了一点，说另外，他没有说第三，他说另外，列宁执政七年对于怎么搞社会主义也有很多的理论，也有很多的贡献。哎，你看我的说法原来毛主席早就说过啊，毛主席说的对啊，列宁主义我看说两个贡献啊，如果加上哲学嘛，那说三个贡献。我想哲学作为方法了，好像这个就像马克思对哲学贡献也很大一样，那恩格斯也没有提这件事情，着重提了那两件事情。我觉得列宁呢至少说这两个贡献啊。那么第二个贡献呢，咱们过去正因为不太讲不太理解，所以后来对社会主义一些事情没有办好，特别斯大林同志，这个毛主席不止一次批评斯大林同志啊，就是对于列宁讲的这些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东西啊，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难度啊，理解的不够深，理解的不够准确，所以才出了大错误。所以毛主席到晚年还说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啊。那么列宁这个贡献在哪里呢？就是列宁强调在社会主义这个条件下啊，你光讲阶级斗争不行，你还得必须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他说你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和考斯基论战的时候，在领导十月革命的过程当中，以及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列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那么这个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思想呢？列宁在他要写一本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政治和经济这个书的提纲当中有充分的反映
大家可以去看《列宁全集》啊，《选集》上没有，在《全集》上有。这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在新的这个历史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的继续。这个思想几乎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一脉相承。当然列宁创造在前，毛主席继承在后，但是列宁已经有这个思想了，但是过去我们不注意宣传列宁的这个思想。那最近我在乌有之乡上看到一篇很好的文章，是程恩富同志和李伟同志写的文章，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他写的文章就是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题目就是这个题目。这个话是列宁的话，列宁给社会主义下的定义很清晰，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啊，这是非常深刻的道理。社会主义是干什么的？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那么一个历史阶段，这个历史阶段很重要的历史任务就是要消灭阶级，过渡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啊，它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而且列宁同志特别强调，就马克思在各大纲领批判里边没有这个使用社会主义概念，而是叫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这都是有理论的道理在里面。那么列宁根据这个思想，所以强调社会主义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和生长着的共产主义斗争的历史时期，那么因此在这个历史时期是充满了阶级斗争的。而且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在理论指示做理论指示的时候反复讲要弄清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弄清列宁说社会主义会存在阶级的那些原因，包括小生产每日每时的产生的资产阶级啊，机关工作人员也会产生一部分，也会产生这个工人当中也会有出现问题啊等等，这些毛主席是读了列宁的书，然后用列宁的思想来说社会主义的事情。这毛主席是认真读马列，学习了马列，从列宁那继承，再来丰富发展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革命的理论。那么列宁讲俄国的这个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难度的时候，列宁讲的是非常深刻的，他是牢牢把握了历史唯物主义来谈论社会主义的事情。他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在这个落后的国家里边搞社会主义革命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干起到过渡的社会主义革命，他说做这个革命起点比较低，容易干容易发动起来，但是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要建成社会主义难。列宁这个思想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后来他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他就讲我们不得不这样退后一步，从战时共产主义推到新经济政策。为什么？就是因为俄国落后，我们不可能搞单一的那种国有经济，也搞不成。我们无论从工业的基础还是从管理人员，我们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列宁好几篇文章都一再引用1918年写的文章当中贴的列宁说的俄国有五种经济成分，除了那个国有的属于公有制的经济成分，还有很多的私有的经济的成分。所以现在有些同志呢很强调列宁这个新经济政策的这个意义，有时候还比喻成我们现在实行的一些政策那么列宁这个思想呢，他是从俄国的实际出发的，是从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小资产阶级国家出发的，
而且列宁看到这样一个落后的小资产阶级国家，无论是搞经济还是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机器，都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比方说国家机器当中经常会发生官僚主义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官员的腐败啊等等这样一些问题。当然那时候比较轻啊，比较轻，但是这种问题它会发生，列宁已经看到了，而他坚持唯物史观，就是这些东西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都是因为俄国落后造成的。所以我看列宁的书的时候，他有一个很有名的也是非常巧妙的说法，他说你看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社会主义的两半啊，就两个半个的社会主义，这一个德国的大工业啊，他说一个社会主义需要的大工业的基础在德国，那一半在那里，他另外呢需要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半在俄国啊。他说我们说俄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就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建立俄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但是如果就经济关系来说，就大工业来说还谈不上，还不能说俄国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只能是在向社会主义国土。那么这个大工业的这种有大工业基础的社会主义在哪里呢？在德国，是吧？所以列宁老是希望德国革命成功，特别1917-18那段时间，德国那个也革命高涨。那么如果德国革命成功的话，这两半一结合就是一个很好的社会主义国家啊。但是这个希望落空啊，德国的革命没有成功，那么俄国就要在这种小农的落后的这样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所以列宁后来说，我们这个新经济政策推得差不多了啊，我们经过再努力几年，我们就能从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向社会主义的俄国过渡。你看这个话列宁讲得很有分寸，他说从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向社会主义的俄国过渡，就是这个反过来你就可以理解，就是那时候列宁还不认为俄国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所以这个列宁这个过渡思想，就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是很明确的啊，社会主义是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下子建成的，特别是对于这个落后的国家来说。所以认为这样的落后的国家，因为它的经济基础有这样的问题，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因此在这个基础上会产生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特别俄国是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产生这种斗争，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随时存在，列宁都看到了。所以这一段的思想是很丰富的，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借鉴的，对我们今天非常有指导意义。因为什么？中国也是个落后的国家，虽然我们现在搞了这几十年，但是我们毕竟是从一个落后的小农的国家、封建的国家发展而来的，我们这方面的历史遗留的残存的文化上的思想上的这种障碍远远超过俄国。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借鉴列宁的思想啊，以列宁的思想来指导我们今天的工作非常有现实意义。所以列宁实际上揭示了像俄国这种落后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时遇到了非常困难的建设的任务，而这个任务总体来说就它的本质而言，就是想办法通过大工业的发展把社会主义搞起来，才能解决消灭阶级这样的历史任务。所以说到底，列宁牢牢抓住了阶级斗争四个字啊，所以列宁是了不起的啊。那么从列宁又到了咱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那毛主席从接受马克思主义，他给斯诺很早的时候就说，我就掌握四个字，阶级斗争，一辈子毛主席牢牢把握阶级斗争。那么大家都知道新民主主义革命啊，领导了农村包围城市，毛主席搞了一整套的理论策略啊，完成了这个理论创造，
是毛主席的第一个贡献。这是干的什么？也是阶级斗争，是吧？夺取政权嘛，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毛主席建立的第二件事情呢，就是继承了列宁的思想。所以这个革命导师呢，他总是有继承有发展。你看列宁非常好的，从很年轻的时候就熟读马恩的书，理论功底非常好，所以24岁就写《人民之友》那本书啊，就是经典著作，理论水平非常高。他继承的基础上然后发展，毛主席也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毛主席一直到晚年一再强调东马列，自己带头东马列，这是革命导师为我们树立的很好的榜样。毛主席继承了马恩，继承了列宁，特别继承了列宁社会主义这些深刻的思想。毛主席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要继续革命，还要坚持阶级斗争，对不对呢？历史证明毛主席的意见很对。那这是一个很长的时期的一个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这必须高举着阶级斗争这个纲领，才能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毛主席呢，还从列宁那儿呢，坚持了这个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思想，在这个基础上呢，他也继续朝前推进，根据中国情况继续朝前推进。这个推进的理论基础在哪里呢？就是坚持唯物史观。就是坚持从社会发展的水平，从社会的结构看这个社会的问题，看怎么进行阶级斗争啊，看阶级状况、政治状况等等啊，然后我们怎么做？这是典型的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办法。那毛主席揭示了什么呢？咱们有位同志写文章说，毛泽东思想的珠峰啊，就是第二个贡献。毛主席不说我这一辈子干两件事吗？第一件是民主革命，第二件文化大革命啊，实质也就是继续革命啊，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那么这个第二个贡献，毛主席最重要贡献在哪里啊？我提出一个观点来，我就说不懂1976年的毛泽东，就不懂毛泽东思想。那有些同志也批评我，毛主席那他早就有了这个继续革命等等的，我看不是那么回事。我们从和苏修论战，我们就看到了修正主义的问题，毛主席就看透了赫鲁晓夫要搞修正主义。再早一点说，毛主席在59年读那个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带着一帮理论家，是吧？毛主席，这个有很多的精彩的评论，已经看到斯大林搞的社会主义模式有问题、有弊端，那么后来经过苏修的论战，和后来经过四修运动，62年之后，用他老人家的话说，重启阶级斗争。13年后重启阶级斗争，他就觉得这个社会主义看来还不是像一开始想象那样，生产资料所有制完成之后，这个资产阶级就消灭了，这个事儿就解决了。那现在看来不是那么回事，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还会继续有阶级斗争存在。这所以呢，那他当然对少奇同志啊，对其他一些同志有意见，是吧？觉得他这么这个思想方法、这个思想路线不对头，所以他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要解决这些问题啊。但是到这个时候，并没有说清楚社会主义条件下为什么会产生特权阶层。为什么会产生特权集团？为什么会出现修正主义？就是在批判赫鲁晓夫的时候，也没有说清楚为什么苏联会出现共产党退化变质的问题。说的是退化变质了，但是为什么并没有
真正在理论上回答，就是九平也没有从理论上回答。比方说写南斯拉夫，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说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说他国家怎么变色怎么样了，但是还是没有回答他为什么会变色，他这个党为什么会搞修正主义。就像最近我看到张全景总同志写文章也说，苏联所以这个亡党亡国，就是因为出现这个特权集团。这样说对不对？对，但是还是没有回答。那接下来我就可以问你啊，那为什么苏联会出现特权集团啊？为什么苏联会出现特权阶层啊？为什么会发展成特权垄断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啊？谁回答了这个问题啊？毛主席。这就是毛主席在1974年12月26日把总理叫到了长沙啊。毛主席那时候经过100多天的理论研究，说是休息，毛主席不会休息的。那一百多天在长沙认真思考，那时候已经文化大革命搞了8年了，所以他对着总理谈了2件大事，一个是世界人大人事安排，第二个就是理论问题，做了著名的理论指示，就是关于资产阶级法权、八级工资制啊等等那些东西。这个理论指示是了不得的。他看到了社会主义为什么会有私有观念啊，啊，为什么党员一部分、机关干部一部分都会退化变质啊？为什么工人当中也会有出现退化变质的，是吧？为什么这些小资产阶级等等这些东西都会起作用啊？毛主席发现，我们社会主义建立这个经济结构，它还有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它会带来生活资料的私有，而生活资料的私有，你要是就是说，他不是说吧，要拿钱了，买米买盐什么东西等等的，是吧？那每个人都有这个生活资料私有，这个东西它自然会产生私有观念。那你有这样的就和我们今天大家都很关心自己的工资啊、自己的房子、自己的汽车，这就是毛主席已经揭示的道理。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的干部当中、机关工作人员当中一部分、领导同志一部分也受这个私有生活资料的影响啊，也想关注自己的这个私人的生活资料，甚至采取不正当的自己手中的权利来捞取这个资料，这个问题就严重，这就会产生修正主义了。所以毛主席呢1974年底他把这个理论指示拿出来，而且继续来探讨这个问题。到了1976年，他在这个中央四号文件当中公布的他那些指示又特别提出这个大官的问题，然后做了大官了，有好房子，有小汽车，还有富原比资本家还厉害，是吧？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呢？就在共产党内。那么他就看到这个，就说大官为什么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呀？说他们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那就是因为大官这个利益大，啊，利益大以后，他就要保护这个东西，保护这个东西，他不就会堕落成特权集团？所以毛主席已经看到这样的东西，这是非常大的理论贡献。当然我们今天这个认识实际上还可以朝前推进啊，今天还可以朝前推进，就是说他为什么做了大官了他就有特殊的利益呢？那么大官和特殊利益不该划等号啊。那巴黎公社委员不都是大官吗？但是他一是大家选举的随时可以罢免，二是只有普通工人的工资啊，他不没有小汽车，没有好房子，没有服务员这一套吗？那么这个为什么咱中国这个大官有这么个问题呢？这就涉及到我们建立这个政治结构啊，这个社会结构，它还带有就是啊，凌驾在人民之上，脱离人民之上，不受这个权，不受人民这个制衡，不受人民监督的这么一部分带有专制性质的权利啊，他失去了民主监督的基础啊，他走向了专制。这个在斯大林时代就有这种，斯大林同志本身一些做法就是脱离了党内民主生活，没有民主来监督他，那么走向了一些专制的做法。而这个东西呢，在我们这个
国家里边，因为这个小农的影响，你想小农是马克思讲是天然的专制的基础啊，所以我们一旦建立起国家机器来，这个东西基本上，当然我们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一个无产阶级国家机器，但是它有年年上了一些那专制这些啊旧社会的一些弊端的东西，而所以会年年哈与我们啊这个国家的国情落后，与我们每一个啊这个公民或者我们每个执政者本身他这个世界观他还不完全是无产阶级的，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而带有浓厚的小农色彩有关系，所以他不知道他这个权力是怎么来的，他觉得这个权力是我的打江山坐江山是吧，所以我就可以凌驾在人民之上，他不懂马克思讲的那些道理，不懂毛主席讲的这些道理，而这个东西一旦有了这个东西它没有制衡的时候，那它捞取特殊的利益就有了可能了啊！你想我们这个铁道部最近啊揪出来这个刘志军，我想就这个情况，那肯定是没人制衡的，没人监督他，那么他就开始那么搜刮了弄了啊！当然我们现在那么再反过来出现问题，我们反过来再制衡的，再来解决的，那就是反贪。可是，在反贪之前，他没有制衡的措施，所以这一点，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位领导人不就说吗？我们国家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腐败，而且他解释这个腐败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权力的制衡。这个解释对不对？这个解释是对现实的正确的反应。事情是这个事情啊，事儿是这么出来的，但是该怎么解决啊，这位领导人他没说怎么该怎么解决呢，还是毛主席的意见啊，就是说社会主义条件下有这么个问题，所以呢我们要进行阶级斗争，我们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岗，那随时来清洗我们这个党，清洗我们身上的污浊，使个党不要变颜色。同时呢，在这个阶级斗争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确立新的制度，使人民群众更多的有更好的机会，更多的机会来参加国家机器的管理，来制衡我们的官员，那使他们不要凌驾在人民之上，滥用人民给他的权利，成为专制者，啊，成为特权者。你要把他的特权要给他解除掉，那么这样才能解决问题。所以用主席这个思想来考察呢，就是说一方面社会主义必然要产生问题，另一方面因此我们要做两件事情，一个就是我们要牢牢记着还要抓阶级斗争这四个字啊，要不断地整顿我们的党，另一方面呢通过这样的阶级斗争推进社会的改革，就是现在我们讲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这次总书记不是在一号又强调了政治改革吗？对呀，政治改革就是要把这些专制的东西改革掉。那习近平同志又加了一句话，民权为民所赋，是吧，这还是强调今后大家你做官人要想到权力是人民给你的，你要为人民服务，而且人民有权利监督你。那么这样呢，一方面通过阶级斗争清理那些腐败分子，另一方面又确立新的制度，使这个制度能够更好的制约我们的官员，不要走向凌驾于人民之上，凌驾于社会之上，成为新的啊剥削阶级那样的统治者，这就能解决问题了啊。所以毛主席这个贡献，这个第二个贡献是了不起的，这个贡献不能丢了啊，这个贡献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根据社会发展的水平提出来的，必然存在着这样的阶级斗争的现象，而且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并且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通过政治的、经济的各方面的改革，把这个社会主义制度推向前进，这样才能逐步的完成社会主义的任务。所以呢，我讲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说，从马克思到列宁到毛主席一脉相承，牢牢抓住阶级斗争四个字，牢牢抓住阶级斗争为纲啊，这是一个正确的路线
只有这个路线才能引导我们社会主义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这算讲的第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我讲的大家是不是听明白了。明白啊，我讲的不一定对啊，那个讲错了同志们批评啊。太对了啊，是是是是，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就是说毛主席的第二个贡献我们要把它搞清楚，很重要，非常有现实意义。那么我在讲第二个问题，就是从当代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特别通过啊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看毛主席第二个贡献的伟大意义。可以说毛主席的第二个贡献代表了我们中华民族对世界的伟大贡献。因为什么呢？全世界没有解决社会主义怎么搞的问题。社会主义怎么搞？苏东没有成功，苏东最后社会主义都失败了，现在都变成资本主义社会了。苏东到现在，欧洲的共产党人到现在也不知道社会主义该怎么搞。刚才郭老师说你在德国待了那么多年，你可以谈谈德国欧洲那边的这个共产主义理论啊，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状况。我在那儿参加了德国马列党啊，一开始参加那个德国共产党，那么两个嘛都是共产党，那个德国共产党是李普科内西他们原来创建的党啊，这个党呢原来倾向于赫鲁晓夫那边啊，不站在我们中国共产党这边。这个马列党呢他是站在中国共产党这边，但是这两个党就小得可怜，一个才2000多人，一个才5000人，和我们这8000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不可能相比。而在德国的话，在政治上无足轻重啊，无足轻重。那么我在那儿接触到的欧洲的这些所谓马克思主义，包括什么现代的这些马克思主义派别，他们的水平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无法相比。他们根本不知道列宁主义该怎么发展，他们有的像我们的党学时候还是学列宁的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三个组成部分，还是学那个最起码的知识。但是我给他们在党内这个支部生活中，我就提出来，我说这两个问题你们没有回答。第一，当前世界是个什么样的世界，你要回答当前这个整个这个时代什么性质，你们都没回答出来，这是第一。第二，你们没有回答苏东社会主义是怎么失败的，为什么失败。你回答不了为什么失败，你就也回答不了你将来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就是把政权给了你，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还会像原来那样还会搞垮了啊。那么谁回答了苏东的问题呢？我认为只有运用毛泽东思想才能回答苏东为什么垮台。实际上苏东垮台，现在讲斯大林主义也好，讲他特权阶层也好，讲他这个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叛卖也好等等，讲这些理由都还不是最根源。最根源就是毛主席指出来的，他建立的这个社会主义模式有问题，他的大官就是有特权，是吧？他就是脱离了人民。那么这样一个国家，我概括的三句话：政治上专制，经济上僵死，思想上钳制。这样的社会人民不喜欢，一头也没有。你们有好生活吧，没有好生活。你们政治上当家做主吧，又不当家做主，有那个专制的那个党在那里起作用。你说言论自由吧，那个杂志什么都不允许看，也不允许随便出版。你们这样的假社会主义人民怎么能喜欢呢？这就是他垮台的根本原因。那而毛主席反对的就是不能建立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毛主席包括搞文革，他设想的就是人民群众自己起来管理这个国家，这是列宁思想，全体劳动人民起来管理国家。毛主席不赞成人做了大官了就忘记了人民，就搞特权了等等的。毛主席也主张搞民主，是吧？甚至要搞大民主，让人民群众不断地起来批评我们的官员，帮助我们官员克服错误、克服缺点，让大家共同来建设社会主义。
毛主席搞经济建设，那就强调三结合，工人、技术人员，是吧？这个干领导干部来一块来搞，那所谓鞍钢宪法，调动大家的积极性，热火朝天啊，要有一个雄心壮志啊。所以这个什么两弹一星啊，什么这些东西都是这时候搞出来的。那毛主席是不是搞出来的第一？这最近是不是党的九十周年纪念当中就说嘛，那搞出来的第一多了，是吧？第一辆机车，第一架飞机，第一辆汽车等等的。那怎么搞？那就是新的一个社会主义的办法搞的。而苏东、斯大林时候还尊重劳动群众创造，那越到后边越僵持，越到后边这个特权社会越明显。那这样的社会主义，当然人民群众不需要了，人民群众不喜欢，所以就抛弃了这样的社会主义，假社会主义、真修正主义。所以毛主席这个理论对世界它有指导意义。今后要搞社会主义化，应该按照毛主席这个思想来搞，不断的对这个社会主义这个框架、社会主义的结构进行改革，不要搞成苏东那样的社会主义。搞成那样的社会主义，失败是必然的。苏东就是很好的反面教材。所以呢，人民比较而言，东西德一个柏林墙搁着。那西德这边尽管工人阶级也没有执掌政权，但是总是生活比较好有房子住，有汽车，有彩电。那我到东边看，那时候还是看黑白电视，商店里边的东西萧条得很。那一对比，所以那个东德他就越过柏林墙要朝西德跑。你说人民反动吗？那不是人民反动，人民你不能要求他，看人民的要求很实际啊，是吧？哪里生活好，他到哪里去。你东德那他感觉不出那么好，那么多优越性来，那他当然他就朝西德那边跑了，这是人民在对比当中选择呀。所以有时候我们笼统地说，这个苏东社会主义垮台了，资本主义复辟了，这种结论有时候都下得简单。它垮台自有它垮台的历史原因，历史总是曲折的、进步的。你不能说人民选择这个反动的、选择这个倒退的东西所以这个也值得认真的思考。这个实际上给我们提供的教训，我看起来提供教训，就是因为苏东搞那个社会主义不好，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毛主席搞的这个社会主义呢，那就有高出资本主义的地方。我在那儿呢生活了这二十几年，我就深有感觉。我这对比啊，这对比毛泽东时代，对比现在德国，包括那个社会民主主义，像谢涛他们很欣赏的瑞典那些国家，也包括对照我们现在这三十多年搞的这个中国的社会状况。就我个人体会，还是毛主席那时候真有高明的东西。你比方说，刚才讲这个经济生产啊，经济工作，是啊，经济工作是中心，这个是中心，可有个怎么做法的问题啊，有个怎么抓法的问题啊。那毛主席那抓法，那真是调动劳动者的这个积极性。作为国家主任，大家一块儿来搞生产，把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也都调动起来了。你看现在谈起当年那些搞火箭、搞导弹、搞原子弹的那些科学家和那些科学工作者，多么有忘我牺牲的精神啊！那个精神可是高工资、金钱换不来的。你今天听讲他们那些事迹讲讲，都让我们今天的听着都要掉泪啊！那就是一种社会主义精神，一种共产主义精神。西方有吧，他到现在也没有，他还是靠这个金钱，科学家给你搞高工资，然后靠这个东西啊。而且有相当一部分有才能的人，因为工作岗位没有他读完了博士，到博士后以后他只好改行，也没法发挥自己的作用。我那孩子留两个，现在在读博士后，
他们都遇到这个情况。那有一个是搞天体物理，那他现在跟着霍金去做博士后去了，那他是很幸运的，当然他也成绩做得比较突出，但是他的好几个同学就是因为找不着位置，也只好改行去做别的事情，去打工去了。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弊端啊！我们到德国去，到西方去，你看那里公民的素质很高，德国人的公民素质很高，啊，你要是哪里走路走迷了，你开着车的话，他直接就带着你，领着你走，因为这个语言就是不太容易沟通啊，讲路很困难。哎，他说也不用说了，我带着你走，这些方面都做的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啊。比起我们的雷锋精神，比起我们的王杰精神，啊，比起那刘英俊精神，那，啊，包括比起门和，啊，那还是不行。那咱比他还是高一个层次，啊，咱们这个人和人的关系啊，就用咱现在总书记的话说是和谐。那毛主席那时候就是和谐，啊，所以咱们的干部能出焦裕禄，啊，能出这样一些这个和人民真是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干部，西方的官员能做到吗？他现在还是做不到。当然，他有那个虚伪的民主，啊，见了老百姓都很客气啊，很尊重一般的公民，但是他绝没有说像焦裕禄同志那样，那一啊全部身心都为了人民，把自己的生命都不顾的，他们还是做不到。你想他们那个打球运动员，我在那里，因为我是乒乓球运动员出身，我带着孩子一直在德国国家队打球，一直打着欧洲青年冠军呢，啊，上次大运会在北京举行的时候，德国队四个人，我们家出了三个，我是教练加上老大老二加上真正一个德国孩子，我们组成德国队啊，所以我对德国乒乓球很了解，对那个打球很好，那个包儿啊，那从小跟他一块儿带起来的，然后我们中国国家队好多队员也就帮助过他。那当时陈子鹤，我们这个女的世界冠军，和她的丈夫徐增才非常多的帮助了包儿来啊，帮助包儿训练这个拉弧圈什么的。但是那儿的体制和我们国家过去啊乒乓球队女排那种拼命精神，那这非常不一样，那不一样。那我们这个是为这个集体，为这国家啊在这里训练，哎，为这国家来争光，这个观念很强。而那个地方全是个人，你想找好的陪练你得有钱，你叫人家陪练一小时得给钱。而我们国家有好多走在世界冠军前面的人，然后当时帮着庄则栋陪练模仿日本人，是吧？你这个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干出来，这个资本主义它不可能干出来。所以我现在听着有的有名的运动员一打了球得了金牌得了冠军就说我怎么样，哎呀，我是非常反感。我觉得我们这么一个还不富强的国家，是吧，还不够富裕的国家，你说我们能提供那么好的设施给这些培养这些运动员，配备那么些教练，配备那么些助手，配备那么些陪练的人帮助他才能成长起来，打了世界冠军呢就说我怎么样，不符合实际情况。你要在西方你这么说倒也罢了，你在咱中国这么说你太没良心了，你不用突然觉悟了，是吧？所以那时候庄则栋他们到国外打球的时候，到那里不仅球打得好，而且把我们中国人的那种精神面貌带了起来。你比方说我们那时候当然考虑可能也是简单一点，但我觉得也至少不必去否定他。比方说住在旅馆里边，打完了球回来还帮着服务员整理卫生啊，整理什么，这在西方人看来这是不可能的啊，这干活就是我们服务员的事儿，你们是客人，是吧？你们交了钱了，你们怎么还能干活呢？但是我们就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来的人啊，是吧？我们都是人人平等，是吧？所以这个西方人看，哎呦，这个毛泽东不得了，在中国搞的这些，所以到68年的时候，为什么欧洲那边也搞红卫兵运动，也什么？这是毛主席不仅在中国说是神了，你看的是那欧洲人觉得毛泽东也真是了不起，改天换地啊，真是改天换地。这毛主席干的，这就是
我就说当代意义就在这，毛主席，所以我有一篇文章写毛主席才是当代最伟大的社会改革家，毛主席真是气魄宏大，真是要搞一个新天地，搞一个新社会，这个新社会才有资格说超过了欧美。别看咱的生产力不如他，但人的精神面貌比他强，社会关系比他强，啊！所以我说毛泽东思想它有当代意义，就在这里。本来说引领世界潮流，谁引领啊？毛主席引领。那可惜谢涛这些诸如是的人物，他就要臭毛泽东，是吧？他又不懂毛泽东，他也不懂马列，他还说毛主席不读《资本论》了，他根本读不懂恩格斯那些教导，他还说恩格斯晚年放弃共产主义思想了，包括那位新子龄同志，是不是？还是共产党员说那些糊糊涂涂的话，他就不知道毛主席这么高，他一个小人物，他看他老是看不清楚的。世界观有问题，立场有问题，他得出的结论自然不行。所以呢，这个毛主席这个思想，就是关于社会主义这个思想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党一定不能丢了毛泽东思想，一定要继承毛泽东思想，发扬毛泽东思想，发展毛泽东思想。所以这两天我就反复讲，总书记提到的报告里提到这些社会问题。我想他为什么会发生这些社会问题呢？我就想答案呢还是在毛主席那里。那比方说都谈到腐败这些问题，总书记也谈到了，那这个原因，社会的原因，它的根据在哪里？还是毛主席揭示的道理。那么总书记也讲到，我们在今后这个奋斗啊，我们要解决这问题，怎么解决这问题啊？根据还是在毛主席讲的道理里边，还是在毛主席的第二个贡献里边。如果丢掉了毛主席的第二个贡献，你就老是浮在这个表面现象上，你找不到这些现象的根源，你也找不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真正的根据，理论根据，或者说你就没有了纲，你就没有了一个方向。这个就是三个社会状况，毛主席时候的社会状况，现在啊欧美资产阶级的社会状况，啊我们现在实行这个改革开放以来这些社会状况，做一个对比，你就能看出来毛主席设想的啊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模式是非常高明的。而且苏东社会主义的垮台验证了，只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我们才不会重蹈苏东的覆辙，我们才有可能避免这样一个危险的前景啊。而在未来的世界当中，毛主席如果说毛主席的思想在我们中国落实，我们建立了这样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那对全世界的意义那是非常巨大的，因为你搞出了一个很好的社会主义的模式，那今后世界各国它都可以学习中国模式来走向社会主义的光辉的这个明天。我想我今天主要就讲这么些东西，哈，这个讲错的地方呢，请大家批评指正。郭老师，你看，非常感谢夏老师做了一个很有理论色彩，也有历史深度的这样一个讲座。我觉得现在这个左派的朋友呢，这个情绪稍多一些，这个理论建设或者理论研究还是不够的，这个我有想观察的两个小伙伴。那么夏老师这个讲座呢，从这个从马克思列宁一直到毛主席啊，从这个理论上，我觉得把这个问题说的是非常透的。那么我先提个问题啊，好，就是你谈到说毛主席建设一个非常好的社会，然后呢这个认为呢，就是说实际上他比这个现在西方，还有这个当以前的前苏联，包括我们现在啊，都更要高。
而且提出了就是说是这个要有更好的这样一个制度，就是但是现在有人也有一些网友这个提出一个问题，就认为他们认为这个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这个在制度上没有搞好，就是实际上动员群众来监督干部，这也是对的，但是呢这个文化大革命的这样一个思路和出发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它没有变成一个没有制度化，认为这是文化大革命失败的一个原因。就你怎么看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你当时你对这个毛主席无产阶级中央继续革命的理论做了一个很高的评价，对毛时代的实践也做了一个很高的评价，那么但是呢后来怎么理解后来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个逆转性的变化，能不能对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在刚才谈到文革的时候呢，已经这个多少回答了这么一个问题。我本人呢也有这样一个看法，啊，我觉得文革的失败它是必然的，啊，我是持文革失败的观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理论呢，这个是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当中一个伟大的创造，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我刚才不是讲了吗？真正把这个理论说清楚，不是1966年，而是1976年，啊，是这个十年文革搞个气了。最后毛主席通过实践又反复琢磨社会主义的事情，最后总结出来，哦，社会主义这个体制啊，这个制度啊，啊，这个结构啊有毛病。可是这时候呢也没来得及再在这个制度上进行什么调整啊。你说做这些工作嘛，有什么革命委员会等等，那个好像主要还是就是有些名称的改变，对于那个实质性的内部的那个机制并没有太大的改变。所以你比方说就像终身制啊，是吧，你像那个党内民主的问题啊，是吧，权力缺乏制衡的问题，这都是近年来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谈到的问题，不是我今天在这儿谈，是我们现在的执政者都谈到的问题，那几个主要领导人都谈到。那么这些问题这文革解决了没解决，包括主席本身在这个方面有些做法有些什么确实也不是合适的。你比方说像搞少奇同志，你合乎民主制度吗？合乎党内的纪律吗？咱先不说少奇同志本身有问题没问题，就算有问题那样的做法合适吗？这就是说在这个制度上都没有解决。所以我同意这个意见，我觉得正因为文化大革命偏向于斗争，是吧，抓阶级斗争是对的，但是打倒一切是不对的。而且我作为文革的参加者，我从66年，我今天下午回答清华大学的同学提的问题，我就谈到这个问题。66年的时候，我们没有很系统的理论，就是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走资派，重点是等走资派。什么是走资派？当时并没有很严格的政策界限，啊，你那个搞土改的时候，啊，你打倒土豪劣绅的时候，还得有个政策界限吗？啊，雇多少工人他就是富农，是吧，什么情况是地主，什么是土豪劣绅，总得有政策界限吧。你文革的时候大家是为什么你能弄那个保守派造反派啊，大家就是搞不清楚这个干部到底算走资派还是不算走资派啊。那么除了其他一些原因，在政策界限上在理论上模糊不清，这是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说能不达到一切吗？或者说要么一个打不倒，要么一打到稀呼啦全都打倒。所以毛主席后来也觉得这个事儿办得不好啊，他说三分错误反正这是其中之一嘛，两个大错误打到一起全面内战。你像呢你现在看的五大领袖的水平，你现在看全国有许多头头的水平，当时并没有准备啊，没有理论准备，说啊，我们应该搞一个继续革命，这个继续革命理论是什么样子，它的政策界限应该是怎么样的，更没有一个共产党能战斗队儿，
这个战斗队最后毛主席的指示说，这次不搞战斗队啊，要比较稳妥，在党委领导下，他也在总结呀。说这些呢，就是郭老师刚才提的问题，我就是很对的问题。所以呢，我觉得现在这次总书记也又一次强调啊，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本质。啊，我记有这么一句话，而且说我们一定要进行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很有必要的。这个改革就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且可以说阶级斗争最终要落实在制度的建设上，只有制度才能制衡人啊！啊，有人说啊，这个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他有制度不遵守怎么办？不遵守，再慢慢来，反复斗争啊！啊，你不能说因为人不遵守交通规则，咱就不用管，红灯也可以开，绿灯也可以开，是不是啊？你干什么事情都得有法呀，都得有制度啊。制度一次确立不起来，再来啊，再经过斗争再来啊，两次不行再来啊。所以这个制度还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有的同志提出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文革失败，只有文革失败。现在有些同志肯定文革，把文革全部都肯定了。我是不赞成这个意见，特别在做法方面，你像那样的残酷斗争啊，对一些老知识分子那样都也打倒一切啊。像你像北大的蒋和赞教授，包括吴晗教授，后来都自杀是吧？这很可惜的，这样的错误，我们今天如果不能正确对待的话，那不是采取毛主席的态度，是吧？毛主席主张有错了就要自我批评，但是如果吧，在自我批评这个过程，在否定文革的错误做法的过程，在否定这个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把毛主席的第二个贡献也否定了，这就从一个偏向又走向另一个偏向了，我也是不赞成。所以我这一条态度也很明确，我是坚决捍卫毛主席的第二个贡献。因为什么呢？他是真理，他对，他就全世界都证明了。你说毛主席不对，那苏东怎么垮台了呢？所以他在他90年代垮台的时候，我给国内写了封政治通信，我就说苏东社会主义的垮台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正是苏东的垮台证明了毛主席的预见很对很准确，是不是这样？谢谢校长。我们现在还是继续做这个交流啊，大家在场的朋友有什么问题？我问一下夏老师，夏老师，我想让您评价一下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我注意到您刚才也听到那个胡主席这次的这个90纪念会的这个讲话，详细看到好像也提到政治体制改革。我觉得党内或者是高层是不是有不同的政治体制改革方向？啊，我想让您给我们评价指导一下。好，谢谢。你说高层有这个不同的意见，或者有对这个方向有不同的理解，我想这是可能的。因为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俞正声同志在上海一个讲话，说在我们政治局开会的时候都是各抒己见啊，是民主自由讨论的。那么，有人在是吧？有不同的人，那么不同的理解，有不同的意见，这是非常正常的。说10个人意见都一样，那是不可能的，那不符合实际生活，是吧？那人和人的认识能力、水平、立场、观点、世界观都会有差别，在这种情况产生不同意见、产生分歧，甚至产生思想斗争是很正常的。但是你让我讲的再具体了吗？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儿，太敏锐了，是吧？这不一定合适，就随便去猜测说政治局特别常委之间这派那派，我是不主张这样的。我文革一个教训就是，不去听小道消息，就是中央现在说的不信谣不传谣，我是看大道消息。你比方说我写了篇文章，朱镕基同志你说的是什么话，我不知道有人看过没有，您简介一下啊，您简介一下啊。那在那个红色中国那个网站上当时登了，那么他在清华讲话，我觉得讲的有些话就是随便了一点，
比方说你天天晚上看新闻联播节目胡说些什么啊，而且说我今天就是讲给第三代集体领导听的。那我就说我写文章就是说你怎么可以对待党的最高的一个喉舌采取那么不严肃的态度呢？你是个共产党员吗？啊，你有意见你可以向中央反映啊。你说是为了第三代集体领导，你干嘛在清华大学说？你可以打个电话给锦涛同志，说锦涛同志怎么样，怎么对不对？你咱打电话不行，他打电话肯定行的，是吧？所以我不太赞成他那个讲话，所以我写了些批评意见。当然对温总理有些说法我也有些解读啊。那么比方说对重庆的做法，那几位中央领导人都到那儿去了，大家都看到了，那个评价也都看到了。那么但是最近中宣部的这位副部长王副部长又说，这谈不上什么左右的问题，就是和流行歌曲一样，只是个爱好。我对他这个讲话是持批评态度的，坚决批评态度。我认为这种人没有资格做中宣部长，这个话我在这儿也敢说啊。因为什么呢？中宣部长是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部长，这个唱红歌的不是唱社会主义吗？怎么能和流行歌曲就是同日而语呢？我们就是要宣传主社会主义嘛，我们就是不能忘记革命先烈嘛。这个唱红就是有方向啊，唱红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啊。你中宣部的副部长，你又不是国民党的副部长，所以这个讲话我是非常不赞成。我也写文章，我就写坚决罢掉这位中宣部副部长的官。好，好，没有结果，全部播报。是啊，要有这列宁同志讲过，罢免权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罢免权就没有监督权。我们要实行罢免权的话，我就写这个文章，坚决罢掉这个中宣部副部长的官。我希望胡锦涛同志管管这个家伙。你说唱红歌，你看我们现在听唱红歌，多么受教育，多么受感动啊！啊，就像我在海外，我看着五星红旗升起来，我就掉泪。所以我对什么邓亚萍什么这些同志都非常赞扬，真是为我们社会主义争光。他不光是个中国争光，他是为社会主义争光。我们无数革命先烈为着这个新中国牺牲了生命，我们今天唱红歌是要搞这个事业，不是个文艺娱乐。莫名其妙，中宣部部长说这党要管党，是吧？我这个不是说气话，我是有政治原则的，这种事不能让步。我是个共产党人，虽然和他是兄弟的，我也得说这个话。好，还有两个朋友有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就回答网上的提问啊。这个有一个网友叫夜已沉默，他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请问向教授，重庆经验很多老百姓都称赞，很多中央高层也表示肯定，我们国家。”下一步有没有可能在全国推广这种做法？啊，这个网友的问题有点具体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向老师能不能谈一下对重庆啊、重庆经验和重庆模式的看法？这个说来话长，从文革当中啊，我对那个打倒一切，我就不赞成。我也不说我高明，1968年的时候。我在济南，在那个黑虎泉旁边，我就和山大的头头辩论这个事情。我对替老同志说话，虽然我坚定地站在造反派这边，而且一直坚持到76年，跟着毛主席战斗到最后，最后清查的时候，我也被批判，也被清查，是吧？但是老同志还是了解我，然后省里的老同志一直对我都挺好，我不是那种极左的人，啊，是讲道理。啊，今天我刚才发这个就是感慨，用朱镕基同志来说，我今天是带着这个情绪，带着气氛，我确实是碰到这种东西，那不能不起来，要破案而起，要跟他斗争的，是吧？那么涉及到这个重庆这些事情呢，我就要讲从老同志讲起，这个就涉及到一个习近平的爸爸习仲勋，一个薄熙来的爸爸薄一波。我是非常敬重这二位老人的，不容易在哪？两个人都受过迫害，但是到晚年对毛主席忠心不变，这就是了不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作为这两位老人的后代，
大家可能也知道薄熙来的经历，也知道习近平的经历，我觉得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可能性还是可以肯定的，啊，还是可以寄予很大希望的。那至于这个走的情况会怎么样，因为这个在这个政治还很复杂，它和我们作为一介平民在这里发发议论毕竟不一样，是不是？我们不是在这个位置上就管理这么大的国家，是吧？党内的这个各种思潮那么复杂，那么他们都是一些政治家，这个处理起来他和我们从理论上探讨，有时候发发议论，反正我们发发议论发错了也对这个国家没有太大的影响，我们讲对了有时候也一时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这总是不太一样的了啊。所以呢，对他们呢，我就是要还是要实事求是的进行评论。我写过一篇文章，这两个人我都评论，一个是我看薄熙来执政，一个是我看习近平接班，啊，还评论了他的这个令尊，啊，这个我们的旗帜习仲勋，我对习仲勋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啊，因为毛主席在评论党的人物当中，唯一的评价说是活的马克思主义者，掌握马克思主义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那只有评论习仲勋，没评论过第二个人，讲得这么高，而且他受迫害之后，1974年毛主席还是替习仲勋讲的话。仲勋是个好同志，为党做了很多工作，啊，我说那句话也是泛指，啊，刘志丹那本书也没有公开出版吗？啊，这不是阴差阳错的，当时也没有解放仲勋同志啊，但是主席这个话是留下来了啊，而且习仲勋同志在文集当中还引用了，在这个后记当中引用了毛主席话，所以他非常尊敬。就在韶山的题词和这次习近平到韶山去给毛主席三鞠躬，所以那个179号文件，那个辛子陵这种糊涂的要命，还拿这个东西向中央申辩来，还把谣言当真事，所以他这是辛子陵他没政治水平啊，是吧？看不清楚这事。那么薄熙来同志也是这个样子，是个相当有能力、相当有锋芒的一个政治家。那青少年时候两个人都经历了一些曲折，啊，因为这个这样的实际生活锻炼了他们，所以。我是处于好像当中间这个状态吧。那有另外一批改良主义，我觉得我没什么改良主义。那这你把这些同志还要一棍子打死吗？你还看不是吧？对人家还认为这就是简单的扣上个帽子那样去处理吗？我觉得那样不一定得当。但是呢，这个也要按照国际格说的那个，我们不能靠救世主。啊，我们有什么意见也要向他们反映，不同的意见，就像刚才我抨击这个中宣部这个副部长，该斗争就得斗争，就是将来他们不把这个路线进行调整，我们该说的话还是要说，因为什么？社会主义事业是大家的事业，我们人人都有责任，尤其对共产党人来说，这义不容辞的，啊，所以我对薄熙来同志呢，他现在做的这些事情是采取坚决支持的态度，那同时呢，咱们。推动他，希望他更坚定的走这条正确的路线，啊，所以我不太包括小平，啊，我加个小平同志，有的同志都讽刺我，啊，说你看你那个亲切劲儿，还小平同志，还锦涛同志，哎，这毛主席最后批判邓小平的时候，还是说小平同志是内部矛盾，啊，他不赞成开除党籍吗？啊，如果处理得好，也不走向，反面，啊，不走向敌我矛盾，那是在450年之后呢。那毛主席已经做出榜样来了，我们怎么能够违背主席这些做法、这些教导啊？就非得邓小平，你说这罪该万死什么？我觉得那主要还是得弄清路线是非，不是我们想打倒哪个人，我们争主要是争路线、争道理、争这个。怎么建设这个国家，这才是我就是个正确的态度。我不知道我的意见对不对，反正我是很坦率的讲我个人的意见。好，还有一位网友叫人民万岁吧，请问我有问题希望
夏教授说说自己的看法。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换成党专政的概念，危害有多大？罗莎卢森堡的理论今天是不是应该给予充分的重视？提了一个比较理论的问题。我觉得罗莎卢森堡的意见是应该充分重视啊。那么当时在这个维国战争那种特殊的阶级斗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下，那么列宁处理那些事情呢，是有列宁的道理。但是呢，罗莎卢森堡的关于这个就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等同于无产阶级民主这样一些基本思想，而不能走向党专制这样一些思想，它是有历史价值的啊。而且后来斯大林所犯的严重错误证明了罗莎卢森堡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是有道理的。那么这个党不能凌驾于政权之上，列宁的话很明确啊。我在文章当中最近那篇文章，这个文章也不好发表啊，因为有些话太敏感了。那个题目叫重新认识毛泽东，重新认识邓小平。其中我就引用了列宁的话，列宁说苏维埃高于一切政党，那就等于换成中国话来说就是人大高于一切政党，包括当然包括高于共产党。因为列宁说的话包括一切高于一切党，那当然也是高于布尔什维克了啊。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恢复马克思的这个本意，包括列宁同志的本意是很正确的，啊。那么罗莎卢森堡在处理那个当时在处理那些具体的，就是特别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过程当中有些意见呢，历史证明它是不正确的，他也做了自我批评。列宁同志才有那个说法，什么鹰有时候比鸡飞得还低，才有那个说法。这个东西不要混淆。不要混淆，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啊，怎么操作，这是一个问题；在理论的探讨上，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在理论探讨的情况是正确的，但是你运用的场合不正确，那可能转变成错误啊。但总体来说，我觉得罗莎卢森堡对于党内在这个共产党执政的时候，要坚持无产阶级执政，而不能变成党专政啊，不能党执政。就执政党这个说法都是值得考虑啊，你这个党怎么老是执政啊，是吧？人列宁说从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了布尔什维克成为多数就开始执政，到第三次代表大会为止。那么就说第三次代表大会谁执政呢？再选吗？选上谁算谁啊，啊，这是列宁的思想。实际上这个问题，我就插一说，这个民主问题是大问题。修正主义的要害就是专制，你突破了专制，就能突破修正主义。最近我想写这方面的文章，因为这个毛派总是要有一个最低的斗争纲领啊，大家要团结起来反对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要害在哪里？修正主义要害在专制。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要正确处理。社会民主主义那个派别，这个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不太赞成有些不太准确、不太合适的提法。我觉得本来毛主席把这个事说得很清楚，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罢，或者失去无产阶级专政也罢，反正我们主攻的方向、反对的主要的敌人、头号敌人，修正主义。这个不应该动摇，就是你其他的口号不用发明了。毛主席说了，路线之纲，我们就搞路线，反对修正主义路线，主要敌人就是修正主义。这修正主义代表什么？当然，它代表一个官僚特权阶级，包括服用它的一些资产阶级。这不是问题。而怎么的修正主义怎么产生的？刚才我讲这个理论了。那修正主义它产生的原因就是这个结构当中，也就是你刚才郭老师讲这个制度有毛病，这个制度毛病多大，这个专制一旦专制它就凌驾人民之上，它就变成剥削阶级了。那么你怎么解决为把它从上面再拉回来，拉回到人民当中来，在人民监督当中为人民来服务，为人民管理国家，它就不会出修正主义，它就没办法腐败，它就没办法贪污了，大家都盯着它了。
所以这个民主是克服专制的最有效的办法，民主制度也是最有力的武器。有人说有民主制度它不执行怎么办？那不得慢慢来吗？这总是一体，这个民主制度资产阶级搞也搞了几百年，也是越来越完善，越来越有效的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那反过来说，无产阶级也要有信心用民主制度来维护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啊。如果说民主制度还不重要，到底你怎么反对修正主义啊？你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些特权者的这些问题啊？你光成立那个反贪局能解决吗？啊，解决不了，还是得靠人民啊。这毛主席一个基本思想，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很重要的发展就是群众路线啊。毛主席把马列都很重视这种群众路线的这种思想，最后毛主席把它搞成一个路线叫群众路线，这是毛主席伟大的创造。那毛主席创造太多了，所以是伟大的。所以我最近写了个文章，毛主席是人不是神就在这里。毛主席不是一般的人啊，要是一般人和我们一样，那当然你说这话说去吧都对。毛主席是太伟大了，是杰出的人啊，当然不是神，但是他伟大的是一般人我们比不了的。在政治上你必须尊重他。现在对我们来说，对我们国家来说，不是把毛主席看成神啊，没有看成人的问题，而是没有看到毛主席是非常伟大的人，是我们不如的人。你再和毛主席去比美，去比高低去，那很愚蠢的，要害了我们的国家的啊。你说是吧，人的水平是有高低啊。非常感谢夏老师今天做了这样一个很精彩的讲座啊，也是非常富有理论色彩啊。我觉得从目前国内这个形势上来看呢，我觉得左翼力量或者说社会主义复兴的这样一个力量啊，有逐渐高涨的这样一个趋势。这段时间的几年来大家也都看到了。那么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越是应该加强这个理论建设啊，尤其是从马列把毛留下来的理论遗产当中啊，去寻找这个我们的理论出路。理论问题不解决啊，我觉得实践当中就一定会出乱子。列宁曾经有过一句话叫做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而中国革命的实践来看呢，就是说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搞得那么漂亮啊，那么跟这个新民主主义理论发展的非常完善是有关的啊。那么社会主义革命呢，中间啊经历了一些波折，也跟这个理论在一个逐渐探索的过程当中这一开始不完善也是有关的。那么今后呢，我们要走向社会主义复兴运动，还是要加强理论方面的探讨，理论方面的学习。夏老师今天这个讲座，我觉得在乌有之乡的讲座当中，理论色彩是比较浓的，而且呢提出了很多很好的理论问题。这个呢都为我们这个今后啊，我们这个我觉得今天这个讲座是开了个头，我们今后还要继续在理论方面继续去探讨。继续去研究啊，继续去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我觉得如果能够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啊，那么社会主义复兴运动啊，也就是希望。如果这个理论没有突破，我觉得真的等到高潮到来的时候啊，就会陷入一种困境，因为人家不知道啊，群众不知道往什么方向走啊。那么所以我觉得夏老师今天这个讲座非常有意义啊。最后让我们再次用掌声对夏老师表示感谢。